在新一轮工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作用下，科技融合及产业智能化日益成为世界性潮流。在此潮流引领下的智能制造企业逐步提升，从自动化设备提供商升级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的方案输出者，为工业制造业提供数字化生产、智能化决策的工业 4.0 整体解决方案，用科技赋能企业，同时坚持自主创新、人才为本，坚持开拓全球市场，坚持技术与资本相结合，坚持科技融合发展，将为企业未来发展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浙江瑞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注册于宁波国家高新区。我们瑞声智能对自身的定位是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目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将工业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及成品的传送、分配、分拣、存储全过程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为客户工厂提供全面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公司设立以来，始终将科技创新置于重中之重，在创新引领下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2014年，公司完成资产重组及股改，在券商的督导下开启了全面规范发展的进程，并于2015年正式在新三板挂牌。在十多年的发展期间，瑞声智能不断创新研发，夯实技术基础，明确战略发展方向，成立多家旗下技术型子公司，完善智能制造方案提供能力。通过不断努力，瑞声智能已经成为细分行业唯一能够提供全套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引领型企业。目前，瑞声智能研发满足于企业的优质产品，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系统打通企业从接单、采购、仓储、生产、分拣、物流整个环节，并提供生产过程的智能决策，实现对整个工厂进行智能化、数据化的管理。公司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由智能悬挂式生产系统及仓储分拣系统、各类平面物流输送分拣系统、智能立体仓储系统、全过程实时数据采集系统、智能移动机器人 AGV、MES、WMS 等各类子系统组成。公司产品服务于包括大洋创世、阿迪达斯、安踏、海澜之家、HM 等知名品牌。现代企业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糅合了机械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企业级数据库、物料精确定位技术等各技术门类，是典型的工业高技术综合体。在生产过程中减少配料时间，降低物料空间及时间的占用，增强工序平衡，增强质量检测水平，降低人工使用，提升生产效率。江苏天眼自从用了瑞声智能系统以后，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通过瑞声的智能分拣仓储以及自动包装线，为我们的大量定制形成了全自动的配套和物流配送体系。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瑞声智能具有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充分根据个人发展的方向制定精细化的职业规划。唯才是用，以德为先。公司引进与整合北京、沈阳、宁波等地优秀专业化人才，集中公司科技创新资源与市场资源，以全面提升客户企业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为目标。多年来，
瑞盛智能敢为人先，在专业领域中不断突破自我。截止2019年年底，共获得各项专利202项，软件著作权20项，以及中纺联、中国服装协会、中国自动化协会等国家级权威机构众多智能制造奖项。权威机构的认可，证明了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水平。瑞盛智能将秉承自身优势，坚守智能制造企业引领者核心价值理念，以创新为根本，以服务为基石，依靠科学规范的管理经营机制，不断为客户提供最优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当前我国面临着有效提升发展水平的挑战，推动先进制造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势在必行，这是建设现代化制造体系的重要途径。瑞盛智能将紧跟创新驱动服务大众社会的步伐，力争发挥中国制造加中国创造的组合效应，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